哎，阿炳，你好，我是茶和咖啡。我想问你，那个喜交所入金的那个情况有没有什么进展呀？没有，现在没我有，有一笔钱哈，已经入金有已经快2个月了。我给那个喜交所发邮件，他就说让我，他说就是财务上没有查到我那笔钱，然后他就说让我召回。我给我的银行打电话，银行说这笔钱早都到他那个。就是喜交所那个银行那个账户上了，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我这笔钱就在那悬着，不知道怎么弄。不知道但在是，哪哈，许交所是没收到是吗？然后对，你的银行说已经过去了，对，然后我现在这笔钱就不知道到哪儿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呢，我知道就是咱们农场有一个战友哈，人家比我汇的晚了半个月，人家当天都入账了。不知道这个喜交所它在这个操作是怎么操作的？是这样哈，许交所可能有一个账号出了一点问题，然后他换账号了。具体的情况我记得前段时间有换账号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没有账号嘛，所以我也不是特别知道。这样哈，你把你的这个简单的写一下，那个弗瑞德，你帮我把他的那个情况帮我收录一下，可以吗？好的，这个是啊，茶谢谢哈。和咖啡是吧？你给我私信一茶和下。咖啡对，让私信一下，把他的情况问，然后把大家的情况，你看有什么问题，你就是。像这种问题哈，